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宫廷政斗，帝党后党互相厮杀，趁火打劫，元丰西征，五军争胜。西夏方面的大将梁永能，哎，一直呢希望能够啊，接近米脂城来救援，但是没想到呢，被崇鄂的军队呢给围在山谷里了。近在眼前能看到的米脂城，他抓了整整四个小时，太阳升起来，大雾都散了，西夏人仍然没能冲出山谷。这个时候视野明亮，梁永能看到了一个很惊人的现状，他发现自己的前军被宋朝人分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只能是各自冲突，骑兵的优势在相对狭小的谷地里根本没法施展。激战六个小时，一个上午快过去了，你再骁勇的士兵们也疲劳了呀。正在梁永能犹豫是不是要撤出战斗另想办法的时候，突然间山坡上传来了一阵的鼓声啊。后来他知道那是宋军的主将崇鄂亲自击鼓，听到鼓声的西夏人在疲劳懊丧当中一下子变得惊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事儿，什么鼓啊锣呀、突然响起来，那肯定是有危险的，却不知道危险从哪儿来。危险从哪儿来？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直到这个时候，梁永能也不敢相信，和八万铁骑硬拼了六个小时的宋军竟然没有尽全力。宋朝的西军复原部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疯子，竟然能有那么多的兵一直静悄悄地埋伏着，冷眼旁观，直到他们精疲力尽才冲上来。太狡猾了，也太疯狂了。这样的布置如果被骑兵突破，整个埋伏圈都会被甩在身后，成为一个空白色，米脂城那边将没有半点阻碍。可是复原军做到了，整个上午的煎熬换来了这时候压倒性的优势，伏兵四起，最致命的攻击发生在山坡上。宋军一支精锐骑兵冲了下来，居高临下，名将郭景修身先士卒，两军相接，是手刃两巨球，把党项骑兵啊冲的是七零八落。这个战斗还有悬念吗？没有悬念了，党项人奔丧两道边，在无定河水里是浮尸成片，血染银川为之尽致。复燕军追杀二十余里，斩首八千余级，夺马五千匹，于骑甲不计其数，俘获西夏枢密院都案官马女赤多哥等七名将领。梁永能跑了，上万的骑兵给他当了肉盾了，就算潘美复生想砍他也不容易。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惊恐，他迷惑，他不解，更带着巨大的怨气。他搞不懂米脂城里边的人现在干什么呢？啊，这边打了整整一上午了，很显然宋军都参战了，为什么米脂城没来进援？啊，前后夹击的话，绝对不会出这边的事儿。他不知道的是，米脂城里的西夏人呢，比他还郁闷。米脂城得天独厚，内外良田不下两万余顷，被誉为七宝山。你看这多大的基业呀、怎么就是等不来救兵啊？山谷里的厮杀声他们也听见了，可是让他们冲出去里应外合，你看这个难度还真是不小。为什么？崇鄂临走前呢，在城门外挖了一道壕沟，是又深又长，一大排的宋朝大兵拿着明晃晃的大刀站在沟边上，你想出城很明显，动作次序是天跳下沟，然后再往上爬，完了再挨一刀，你再掉回沟里去。那这种运动来讲的话，这实在是呢得仔细想一想的。可是结果等米脂城里边的人想差不多了，哎，崇鄂那边呢砍完人也差不多回来了，带着党项骑兵血淋淋的战利品，接着亮出来矛、盾、动、车等等专业工程武器啊！宋朝的大兵们开始竖云梯过壕沟，不过他们都白做了。为什么？没等开打，米脂城大门从里边开了，嘿，全城投降。复燕军崇鄂大胜啊！从时间上顺延，第二个出战的主帅李宪的西河军，那咱们再往来来看。新河军团从兰州出发，东进女真谷，
他周围呢有至少10万西夏部队监视他，刚从兰州城出来就被发现了。西夏人这边输急了，没等全部主力集结就迎头扑了上去。那从惯性思维上，他们得出个结论，好不容易宋朝人主动出城了，那野外是骑兵的天下呀，那是党项人的天下，女真谷就是扭转局面的焦点呢。哎，李宪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不是想野战吗？好，西河兵团从最开始就是从野战起家的。女真谷之战没有大雾，没有算计，没任何的行险侥幸，双方赤裸裸的列阵肉搏。3个时辰之后，西河兵团硬生生把西夏人击退，在击退的结果里还附带着极高难度的技术性，严密的控制住方向，把西夏人挤向一条深沟大涧。西夏人扔下了一大片死尸飘在水面上，狼狈的逃到大涧对岸，还不死心。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服气，这我野战我怎么还输了给宋朝人了啊？这不可能啊！于是他们做出了个非常所谓理智的决定，不逃了。隔着这条大剑我先恢复一下，等体力缓过劲儿来了，我再和宋朝人较量一番。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闲着，派出大批的弓箭手向宋军发射。跟宋军玩弓箭，说实在的啊，这是以后金蒙军队都不敢想的事儿，你西夏军队就敢玩这个。自宋神宗开始啊，直到晚清末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境，近800年间，东亚大地上宋军的弓箭是举世无敌啊！什么东西啊？咱们前面说了，神臂弓啊！隔着大剑，两军对射，西夏人跟一个个活靶子似的点杀，结局没有任何悬念。西夏人跑路了，有多远跑多远，根本没有理由再受折磨，对不对？李宪率领西河军继续向西夏腹地挺进，他们的目标是李元昊时期精心打造的党项核心西夏皇宫所在的天都山。时间进入10月上旬，战火终于烧到了最焦点的地方。在一系列的外围激战之后，宋军的真正主攻方向及靖原环庆两军实力攻击灵州之战终于展开了。刘昌作，字子京，河北真定人，就是今天河北真定县，出身军律世家。这个人呢，特点非常鲜明。如果说崇鄂是一匹狡猾的狼，充满了危险，那么这个刘昌作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有他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光芒都会被他给夺走。这是一个天生的斩官夺爱之将啊！在西征之前，他曾经与西夏人作战，当时夏兵入侵刘沟堡，刘昌作领2000骑兵迎敌，西夏人很有策略，把他引进了设在黑山的包围圈，那里有10000骑兵埋伏，10000对2000，而且是以逸待劳，战有天险，这样的换谁来他都是必胜之局啊。可是发生在刘昌作身上就郁闷了，他被包围了，哎，陷入苦战了，可是西夏人就是怎么着也搞不定他，一直打到了黄昏快天黑了，西夏人的主帅终于忍不住了，亲自领军冲锋，想来个了断。真的了断了。怎么了断呢？刘昌作一箭射去，把这位勇敢的主帅射了个对穿啊！咱们现在长得叫贯穿伤，是吧？趁此机会他冲出重围，啥事儿没有，回家睡大觉。什么叫实力啊？这就叫实力啊！啊，在战场上最不讲理也最有道理的东西，你想一想，如果前面的梁永能有刘昌作的功夫，崇鄂再怎么能埋伏又怎么样啊？只要被打穿了，计谋设计的越精密，后果就变得越惨了。按照原计划，刘昌作的靖原军沿葫芦川北上，在中段左右与环庆军会合，两军合力突破西夏军队，围攻灵州。实际行军跟计划中差不多，比如说沿葫芦川北上啊，突破西夏军，他真的在这个摩切盖呢和这个敌人对上了。可是环庆军却左等右等没见人影，高遵义失约了。高遵义上哪儿去了？这是个秘密。这个人打仗是非常奇妙的，到他出场的时候，大家才会知道他是个什么动物。悄悄的说啊，这个衙内不简单。咱们继续往上说，87000人汉番不齐，95000人民夫的环庆军不见踪影，全军只有50000余步兵，5000马的这个靖原军有点犹豫了。这是五路大军中实力最弱的一支，在实施最后强攻灵州城之前，保存住实力是很理智的想法。本着这个理念，部下们劝刘昌作躲躲风头得了，前往维州附近寻找强大的环庆军。刘昌作听完了一大堆的啰嗦，下达了一个命令，来，
全军分成四队，盾牌手在前面，第二排神臂弓，第三排弩手，第四排骑兵，全军迎敌，战胜之后赏金三倍。说完他提起了两条大盾牌，是一手一个走在了最前列。战斗这可就开始了，刘昌作因地制宜，快速地摆出了这个阵势。这个阵看似简单，实际上层次感分明，由他站住第一线，和盾牌手们组成了第一道也是唯一一道防线，这就注定了这个防线很脆弱，如果西夏的骑兵冲击过来，比如说铁鹞子等等这个重甲骑兵，这道防线很快就会崩溃。可是后边两排的组合就大有学问了，先由神秘弓超远距离狙击，有漏网的有弩手再次齐射，这样能冲到盾牌手跟前的就算有，那也是强弩之末了。战况证明这个设计非常成功，两个时辰之内宋军阵地固若金汤，而对面的敌人不论怎么精锐，四个小时轮番不停的冲击都难免精力不济。这个时候刘昌作的底牌，宋军阵内一直隐藏着第四排队伍，由郭成率领的800名精锐骑兵终于等来了机会了。郭成出阵，决战决胜，之前主将在内，全军四个小时的苦熬都是为他创造这个机会，他率领800名骑兵冲了出去，顷刻之间呢，敌我双方是血肉横飞，郭成身背数创，可是越战越勇，720名敌兵丧生刀下，他一下子就冲垮了西夏军的阵型，宋军是乘胜追击，一直赶出去20余里，生擒敌军主将直起多里以下是22人，阵斩2460余级。胜利之后宋军没有休整，继续赶路到赏一口，他们有两条路走，一条是到北方的代代岭，一条是西北方鸣沙川，走哪条呢？刘昌作派出探子，很快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来了，鸣沙川里边有宝贝啊！哎，西夏人在那儿有座军需库，那还等什么？杀将过去啊！身在敌境，粮食第一，先抢他再说呀！到了鸣沙川之后，他才知道这个惊喜有多大。嘿嘿，这个仓库居然叫做鸣沙城，里边的物资的丰富程度让他在西夏有一个名字叫做玉仓。庆元军这一下子那是精力百倍，齐心协力把玉仓给彻底洗白，带着大包小裹是满载启程向灵州城进发。与此同时，崇鄂的傅延军占领了西夏的七家资本，定难五州当中的银州、夏州，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艰难过程，之前无定河畔谷地里的野战让这一片的西夏军力都成了真空了，崇鄂是横行无忌，处于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到哪儿都是必胜的一个局面。当然了，他也记得原计划是什么，五路大军的总攻点在灵州，最后的目标是灵州背后的西夏都城兴庆府，拿下他们那才是胜利。为此呢，崇鄂只是扫荡了银州、夏州城里的这个西夏残余军力，毁掉敌方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派兵留守，仍然是全员进发向下一个目标延州进展。战争的焦点从中路向西边转移，李县的西河兵团突破女直谷之后快速行军，在十月下旬时到达了屈巫山，再向前就是西夏曾经的核心由李元昊建立的天都山皇宫了。尽管都城是在兴庆府，可这里是党项人的精神圣地，咱不说战略意义，只说山上美轮美奂庞大的宫殿群，那就是集西夏三代皇帝才修起完善的财富积累，那是钱，那是可怜的贫瘠的只出产青盐马匹等土特产的党项人好几辈子才攒下来的。反正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吧，李县都触到了西夏不容商量的底线，就算另外四条战线再吃紧，也绝不容许他侵犯天都山。11月上旬，西夏紧急调集了数万精兵，集合在天都山下，与西河兵团决一次战，又是一场野战。战争打到这个时候，相信西夏方面已经对宋军有了新的认识了。什么崇鄂、刘昌作呢，都是在野外击败了他们。这个时候，面对宋军中野战最强的西河军团，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办法呀？答案是没有。这不是想有就有的事儿啊！军队的能力和特色决定了他只能打什么样的仗。宋朝的西军呢，是经过痛苦的换血改进才达到现在的高度啊！西夏人想瞬间赶上，那是个不切实际的梦。事实让他们连打法都扭转不过来。这一次的战斗是崇鄂的无定河畔谷地之战的翻版，
当天又是一场大雾，弥漫的大雾里，李宪命令前锋炸败，把敌人引进包围圈，西夏人只逃出了后队，整个前锋兵团被歼灭。之后的事儿是西夏前辈们啊，西军的前辈们如范仲淹、狄青、韩琦、张抗等人一生的梦想。李宪冲上了天都山，把李元昊留下了西夏皇宫烧的是片瓦不留，变成了一块寸草不生的焦土。至此，宋军的西河、敷衍、靖远三大军团已经和西夏军正面对决过，无一例外大胜过关，相继向西夏府邸挺进。其中动作最快的是最先决战的敷衍军。崇鄂在战场上兜了个大圈子，他夺米至银州、夏州，逐步推进，翻越衡山，逼近灵州、兴庆府，而不是从绥德出发走最近的直路直线。那条线抛开了米脂等城，直奔灵州。有些书籍上归结为崇鄂的这个战略思路，说他曾经宣称西夏的主力集结在东路，所以他走的这条线上啊，这个如果他避开了走西路，那么势必呢会前有灵州坚城，后有西夏主力，自己往死胡同里钻。与其那样，不如迎其风败之，军声既振，千里行无敢抗者。愈强愈强啊，正面决战何其壮哉啊！只是稍微翻阅地图就会发现崇鄂的不得已，他的确有迎其风而败之的勇气和实力，不过命里注定了他没法走捷径。为什么呢？西路是留给第一衙内高遵玉的，五路大军各有路线，你一个边将，你想和高衙内争道，想都不要想啊！崇鄂、刘昌作只是给大太监、大衙内们打保护侧翼、打前站的跟班啊。尽管如此，英雄有自己的战绩，为人闻人生注解。崇鄂丢开所有的枝杈，向灵州疯狂进军，他不顾一切了。西北严寒，进入11月后已经是冰封大地，必须要快，再拖延下去，光是严寒就会终止这次战役。月初进战马家坪，不等休整，8天后攻占延州，敷衍军团迅雷不及掩耳，再向前不远处就是灵州城了。可是突然间是天降大雪，崇鄂的军队里满是战争军械，要御寒的衣服却没有，他眼睁睁看着士兵们被冻死，雪后清点减员1/5。而更要命的是开始缺粮了。第一，他不是主攻部队，粮草的接济本就不如李宪、高遵玉等人。第二，崇鄂跑得太快了，这让西夏人猝不及防，也让后边的运粮队跟不上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崇鄂又将该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